公元2110年1月1日，距离地球能源完全枯竭还有3650天。为了解决能源危机，人类制造了赛尔机器人和宇宙能源探索飞船赛尔号，去寻找传说中神秘精灵看守的无尽能源。穿越无边海洋，那一道光，无尽能量，这是梦想，光芒的角度，穿梭世界五彩斑斓的颜色。天亮阳光比方向本能的方向，是你传说宝藏。光芒也在发射，别管哪一天，在大海天空透明的梦想，向着更高地方散发出能量。梦之轨迹，不同的方向，纵横交错，告别的时刻，相遇的地方，就在未来。穿越黑夜，那一道光，无穷力量，超越时空。来到竞技场，雷伊等人与哈迪斯的四大神使对战，没想到迪恩却用一个能量罩将所有的精灵全部困住。迪恩借此将雷伊等人关入能量罩中，并制定比武规则。第16集，临危一击。乖乖上台吧！Kilo， 这么弱小的精灵，怎么可能是吉拉打盹的对手？这些失败者都关进铁笼。是，这些弱者也想得到阿瑞斯水晶，真是无趣。卑鄙了，竟然欺负这么小的精灵。有本事跟我打。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只能怪他们运气不好。比赛继续。哼，喂，他说的没错，你，哼，
有希望了，奈尼芬多打败他们。米卡米卡，克隆克隆，奇洛塔顿使用冲锋，克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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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奇洛塔顿在上面，快闪开，克隆克隆。这是奈尼芬多的跳跃践踏技能，要不是佐格在旁边提醒的话，肯定已经打中了。不公平不公平，还当不讲规矩的，不公平不公平。怎么又是你这个次品机器人？奇拉塔顿有人指挥，而奈尼芬多没有人指挥，这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，不讲规矩了。你看，那就让我看看你们指挥的本事吧。你好，合作，咱们合作吧。满意了吗，低等机器人？比赛计时，奇洛塔顿使用碎裂撞击，克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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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你芬多那你芬多有什么技能啊？克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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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厉害，是奈尼芬多的念力干扰。小西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诺诺，快帮我查一下奈尼芬多有些什么技能。克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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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奇洛塔顿使出全力，千万别输啊！克隆克隆，是奈尼芬多的绝招三刃极乐，快快快！克隆克隆。怎么回事？奈尼芬多的绝招怎么放不出来了？太好了，奇洛塔顿使用雷霆地震，克隆！接下来使用超重拳，克隆！克隆！到底用什么技能啊？克隆！别打了，要不我们投降算了。奈尼芬多，没错，这才是真正的勇士。奈尼芬多，加油啊！这个是。我最喜欢欺负那些用不出大招的精灵了。奇拉塔顿硬化冲击，克隆克隆克隆。那你芬多，等等，你这样相信我一定行的。你
不过来，我就打过去。奇拉塔顿，冲锋！克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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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心，快让奈尼芬多躲开呀、啊！奈尼芬多，坚持住！低等精灵就只配挨打。奇拉塔顿，继续！克洛！奈尼芬多，怎么样？最后一拳，奇拉塔顿使用震天动地。完蛋了！别紧张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啊！奈尼芬多使用灵威一击。我的奇拉塔顿，快回来！原来是灵威一击技能，奈尼芬多的身体越虚弱，这一招的威力就越强。这一击发挥出了原本3倍的力量。小西，好样的！没什么，没什么啦。好吧，看来要给你们选个新对手了。山神迪夫特，他在哪儿啊？嗯，原来这一切，海盗早已计划好。却写下我们的骄傲，小人物永不老，神兽永不倒，这里是传奇的赛尔号。